利波特至今是众多影迷心目中的经典，其中在电影中饰演邓布利多的麦克坎邦尼一直是众多影迷喜爱的角色。不过28日却惊传麦克坎邦尼离世消息，公关发声表示，麦克坎邦在老婆儿子陪伴下于医院安详离世，享寿82岁。消息一出，让众多网友都相当难过，纷纷留言：“永远的邓布利多校长，感谢您给的美好回忆，晚安校长，谢谢你参与我们的童年。”而饰演荣恩的鲁伯特·格林也发文悼念麦克坎邦，让众人都相当不舍啊。Bye.